我是因为没有办法当全垒打王，所以才没有办法打棒球。捕手跟二垒手，后来我们老师跟我们说，赖清德你好好去念书，所以我就乖乖的去念书。真的打到球那一刹那就知道过哦，在绕垒的时候，全场的球迷都帮我掌声。我也有帮你掌声，我也有啊。今年的目标是310支啊，如果打不到，明年再来。这跟执政一样，设定一个目标，不断前进，会很多瓶颈啊，当然就是继续冲。对对，反省、检讨、改进、修正，然后继续走。一定成功，绝对成功。